继续吧，这边超黑的。照这个故事演下去哦，我觉得他老婆可能是真的蹲下可以潜在水里。他老婆可能是被认为成神的神的什么啦，神的御母之类的，或者是恶魔的御母，因为他们教派有两派嘛，一派是觉得他是恶魔，一派觉得他是神。干，我不能杀人吗？拿东西把他敲晕之类的。我干，那边超黑啊，躲，不要。这有些敌人是不是看得很远啊？他是有拿手电筒，没错了。手电筒不能捡。敌人都有手电筒，我没有。椅子上都有，都不能捡。手电筒可能是会被看得很明显，有篝火可以回血。等一下，等一下，这个人应该会往回去绕，对不对？哦哦，绕下，他妈的！是往回绕了，看不清楚。过去了，是过来了还是过去了？为什么一直照着这边？他怎么下水了？他看见了！他要开窗子进来耶！妈的！有没有路啊？有没有路啊？这主角在干嘛？怎么那么慢啊？绕圈，绕圈，绕圈。哇，这是黑暗灵魂吗？虽然小神之光又救了我一命，补一下，补一下，补一下。我被吹的时候，他站在那边，干，干。What the hell？ 北七。I'm dreaming. Or I'm out of my fucking mind.啊，没，又没电了。哎，这声光到底是怎样啊？好像救了我好几次。Music class. I'm sorry I have to do this. You should have loved me. You should have helped me. Jesus, forgive me.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m so so sorry, Jessica. 干扰了一下。I remember this. 他说我记得这个，这是杰西卡写的。我很抱歉，我必须做这些事情。你原本是必须爱我的，你原本是必须帮助我的。他说：“上天原谅我啊，耶稣原谅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很抱歉。” Jessica， 这
看过了吧？ And Lynn. 哦，原来这是杰西卡跟他老婆。中间这个应该是主角了。Look, back in the fourth grade. 这主角真他妈丑哎、欸！ This couldn't get any worse. 他们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们一定发生过什么事情，一定有什么不好的回忆在。我发觉中间那个真的是主角吗？哎、欸，怎么又回来这里了？主角脸真的超老的，超丑的。什么声音啊？责任。我也觉得主角超老的。夜视功能的话，前方看不清楚。尊重，有人呢？善心，是不是？好心，善良。趴着的时候不能捡东西。等一下东西要跳出来了，干！哦，这其实每个都可以开诶、欸。爽哦！被什么东西推回来了？校园探险。哦，这每间都可以进哎。照进来这边是不是有没有用啊？有用了，有东西了。玩这个游戏鼻子痒痒的。马上又要回到疯人村了。蛮炫的嘛，回来了，回来了。刚刚是怎么这样子变来变去的啊？我刚是进一间屋子嘛，然后就突然就换场景了。怎么有人？他说你们是从外面来的吗？普诺斯的眼那个 ，Not yet。手下们，如果发现你的话，会把你杀掉的。跟我来吧。Who are you？ 你是谁啊 ？My name is Ethan。医生。What do you mean？ Are you one of them？ 你是他们的同伴吗 ？And which side are you on？ 你是哪一边的 ？Ain't I trying to kill you？ 他说为什么没有把你杀掉 ？I've been。我。Unborn。Seen too much to keep the faith。But you're not one of those other ones。The heretics。Didn't say squat when my wife got scarred。Had to get cast out. Didn't complain when not. Pressed himself in my. 他是布诺斯在侵犯他老婆的时候，他什么话都没有讲。他孩子十五岁。My grandson, baby, he put in her was my the antichrist, and I had to slit her belly and kill the child. 然后他说，
他说他的孙子也被杀掉，说他孙子是什么什么异教徒、恶魔之类的，就像他们说他老婆的理由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村子的人应该都受到迫害了之类的。可是还有不是教徒的人存在。I gave a chance to run, spun them idiots some stories. I've been gifted with talk my whole life. You probably noticed. Jane Doe, sorry, your daughter. 他说你的女儿是不是怀孕八个月？金发，短发。What do you know? 他说你怎么会知道？你有遇过我女儿吗 ？It's why we came here. Is she alright? 他的女儿就是之前在报道被杀死的那个怀孕的那个女的。拜托你告诉我她没事，她没事。他骗他。Oh, thank God. Oh, thank. 他女儿其实已经死了。God bless you. 逃，他逃不出去。他说他帮助他女儿逃出去，但实际上他逃到一半还是死了。我帮你关门。Hey there. 他说你没事吗？ You really busted your head open, didn't you? 你的头被他们打伤了。没事，我。这地下室有床，你可以躲在下面，然后治疗你的伤口。善意的谎言也是骗。Sorry. 他永远不会知道他女儿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他说没问题的，下面很安全，你好好休息，养好你的伤。他会保证不会让他们找到我。睡，还可以睡。但睡之前记录一下。我睡哦，哎呦，我是站着睡，被骗了，我也没办法。主角落到这般田地，有人愿意帮助他，怎么可能不相信呢、啊？而且发现那个死掉的女的是他女儿，应该不是骗啊，这个人应该是好人吧 ？Please, Blake。他说：“拜托了，布雷克。Where are you? 你在哪里？”他们要来了。这应该是他小学时候发生的事情。干，有人来问了，他说我没有躲任何，我没有藏什么东西。他说大神父的福音书我知道，我已经写好多次了。我不知道那个人去在哪里了。干，不会吧！好人被干掉了。You sin when you deny the prophet your daughter. You sin since to deny. Please just let me talk to now. No, the outsider is. His seed begat the enemy.God and the prophet both want. Just let me talk to Nod. I can explain. 这边没有中文，好难解释哦。好人被杀了。Take your penance. 悔改吧。神爱你，神是爱你的。干！他说你是恶魔的，被恶魔领先了。我希望你能够找到你女儿，他去他的女儿身边了，真的。这个没有中文真的很难解释哎，刚刚一整段都是在说。怎么？你女儿之前也是怀着恶魔之种，但是你却让她跑走了。他们让她留下来，不过她这次又好像又是帮外来者逃脱，所以她这次不相信她把她干掉了之类的。她假装顺从邪教，这样她才活得下去。这些人真他妈的疯子！ You didn't give me up to her. 他说 ：“Not even though she， 你保护了我。”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没有把我供出去。谢谢。
这些人为什么不离开这边啊？离不开吗？这太夸张了吧！拍一下，拍一下。他虽然死了，但是会留在档案中。如果主角能够活得出去，应该就能公布这一切。这种感觉。好人，死超惨的。啊，我太早换了，对不对？还有四个。The chapel. 前往礼拜堂。Somebody there will know where they've taken Lynn. 有人知道林被带去哪里？很奇怪哦，你们还记得来到这个家之被这个男的救之前，我们是进一个小屋，然后遇到神光，然后就来到这边吗？那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什么事啊？不可能说是传送之类的啊，这游戏。邪教归邪教，但是不知道会有没有超自然的东西混在里面。不懂。声音啊！那你的手电筒为什么不能捡啊？这些邪教人士很喜欢，很喜欢坐板凳，然后就把手电筒跟电池放下来。这边音乐好怪啊！看直播会卡哦，你可以去开 VPN 挂美国，不管挂哪里啦，反正不要自连就对了。不要跟我说他大便在河里。就直接过去会不会被看到？游泳累了，请到安全的地方回复。根本没有地方可以躲、哦。啊，我绕过来了。在放魔法。为什么要靠近去作死？没有啦，那个不会咬人啊。哦，好多人掉在树上哦。异教徒说你是异教徒，就是这种感觉。Fucking Christ！ 这个人头上怎么被戴着面具还是脚啊？等一下，我看看这边有什么东西啊？藏方宝剑一把。没办法再拿绷带了。我看面向这边光比较足。第五章，然后我看见了，在夜晚中，什么的漩涡，由内旋转的火焰。火焰从火焰的中心一直燃烧进去，我的房子的墙壁被光吸进去，黑色镜子上油腻，看起来像油腻上面反光那个七色的光芒。然后就出现了他们的姿态，他们的姿势就像耶稣架那个绑在十字架上面的那种感觉，然后
占有的男性的性器官，干不看了，什么垃圾？玉米田是不是可以走进去啊？好小。Those who rebelled against our god shall fall. Their infants dashed to pieces all. Their women with child shall be ripped up. Shall be ripped up. 他讲什么其实很难理解。嘴巴里面都在讲的，那个女的身体要被切开，然后是恶魔的熔炉之类的。这边没地方可以过，完蛋，我要被咬死。哎，真他妈恶心。Holy shit！ 之前啊，是不是有玩过这个场景啊？试完版的场景移到这边来了。看三小，看三小。看三小，好悲。那你们刚刚往我这边走过来、欸，回复没血，没时间。趁机回复一下，要躲垃圾桶。我小啊，哟，直接跳过去啊！我闪，在他面前躲进去。走不走啊？看走不走？这家伙是不是不会抓人啊？不会吧？怎样？他好像不会有攻击性的这只。朱蒂斯，我感受到你的愤怒。然后他把他老婆也送进去了。你说真的看不懂啊？英文的我看更看不懂。我觉得这边的村民其实都。而且好像都没有遇到女的，对不对？好像有，不过都是阿婆之类的，他们的女儿或者是年轻的老婆，都被当成什么恶魔的容器干掉了。The chapel， 大家老婆都不见了。Somebody there will know where they've taken me。这边好哦，干。我是他看起来吓我一跳，你是要砍我还是不砍我？贴太近我就死了。
我理他是没事的，他好悲。这叫坐实。坐下。坐实。他都要跳一下。然后这些人呢，其实都是被那个什么啊，大神父所利用的。这边应该有条路，对不对？去，Maybe there's a way through the barn. 也许有条路可以绕进去古屋。是有些人会追，有些人不会追。有些人其实就像刚刚救我的人那种吧，他们的脑袋都不太清楚，是邪教啊！你要怎样？我刚看到调查，哎，撕一份薯片。直播看台你会转圈圈的，对不对？你要去怪中华电信，要不然有一个很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你开 VPN， 开 VPN 看 Twitch， 保证不会卡。你如果我讲了你都不做的话，你还在那边转圈圈卡的话，你就去死吧你！这家伙连那么低的草都爬，都不会爬。干就没电了。Through that barn might lead to the chapel. 通过这一间。干嘛？这是要推箱子哦！三小，三小，快上去！三小，哎呦！下三小，上去上去，等等哦。我刚好像被看到，又好像没被看到哎、欸！好险！妈的！好像被看到了，但是他们没有过来的路，这样。随便啦，没死就好了。链条可以点，等一下，到处都有小灯筒。血书，1月7号，现在从到今天为止已经送过去三个人了，他们也是污秽、邪恶之人。哦，不是啊，不是这样子。
今天也有三个人被送来，他们好像也被那些污秽的人抓到，他们的伤已经开始出脓了，有点藏不下去了之类的。大神父库诺斯把他们七个人的小孩子跟其他人全部送去了养护设施，然后我管理的孤儿数现在已经超过四十几个人了。哦，所以他说今天有三个人送来了，大家都很感激我。他们都是被双亲丢弃的孩子，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他们相信我，或者是相信大神父，就好像太阳升起来一样，这种事实这么简单。然后我也爱他们。到底在讲真讲？他说这个梦的意义到底是……啊，全部都在做梦哦！靠北，都是看了那么久。梦结局，请来一条阔鱼。这一个人的身体怎么可以凹成这样啊？那真他妈恶心！哎呦！这边，干掉进死的，这边是他们丢尸体的地方啊，好恶心哦！还有几个电池，人肉叉烧。There's gotta be a way back to the village。我还有一车，一定有路可以回到村子。怎么这么多马死在这边啊？村子中的动物也都差不多死光了，牛啊之类的。哦，这是哦，我知道了，这是刚刚挡住那一条嘛，谷仓出来，然后来到这边，扎威嘛，不要恶心了好不好？那个就是沙威玛，成年沙威玛。他如果等一下眼睛张开，对不对？极度好评。他就故意要等你在那边偷看他的时候，眼睛张开来。基督教的魂魄，大神父库诺斯，引准备拯救我们，引导我们拯救我们。基督教的血。我们喝下了酒。基督教不是有喝那个什么吗？那个是什么东西啊？想不起来了。就是喝神的血的意思。下面不用解释了吧？都是些屁话。神的天使授予那把剑，宽大的神，听求我们，听取我们的祈祷吧。你的伤让我们来治愈，我们会保护、守护着你，我们会守护着这个邪恶的世界。阿们。邪教，这样仔细想想哦，但我在这边，让我记录一下。这样仔细想想哦，你看那个圣经上面啊，或者是一些
对抗恶魔的一些章节。有没有想过恶魔到底是谁吗？邪恶到底是什么吗？你要怎么断定他就是邪恶，他就是恶魔？然后他们几世纪以来都在迫害着不相信教义的人，他们又怎么知道他们是神的子民？又怎么知道他们就是正义或正确的嘞？对不对？这绝对是外星人！哎呦，鸟都翘辫子了！太阳全闪了一下，鸟都翘辫子了。就是用来操纵人民的，真的不好晓得。为什么有一条路可以回去啊？真的哦。There's gotta be another way. 啊，这边断了。每个死的人身上都有手电筒，哎，有没有觉得很怪异啊？这些是之前来的冒险者之类的。世界大战的音效，这每个人身上都有电池，干，要怎么？其实你们知道吗？这个游戏选项的亮度我已经调到最高了。有时候太黑齁，真的不太好，因为你想要看一些细节，但是你却看不到。是要跳过去，还是要怎样？哦，楼梯哦，等等哦。这样好邪门哦，各种山洞的夹缝。好棒哦，这画面画质超好的。古墓奇兵，古墓精神病院。Church? No, no. 虚伪的神像。Heretic temple. 异教徒神殿。他们崇拜的这是什么神呢？天使吗？有翅膀吗？这是动物尸体。啊，你看每个尸体旁边都留电池，欸。我觉得这个游戏难度你如果选很高的话，应该是砍掉一下就死，然后又不给电池这样。这家伙根本跳不高。而且这神殿破破烂烂的，他们是要怎么来这边祈祷啊？
干绕了一圈。这些人都死多久了啊？好像在玩黑暗灵魂哦，这些场景看起来。这些人是怎么死的啊？邪教 gang 我最喜欢的。主角拿武器开杀哦。不行好不好，这个游戏是没有拿武器的吧，除了剧情需要之外啊。呀呀妹的。拜托呀妹的。你开夜视镜太远的远景你就看不见。干故意的，你看这边就过不去，有没有石头？你转一下，然后人就不见了。故意要搞乱你的脑子，整你的心理，让你觉得这是村落还是教堂啊？礼拜堂，我不是从礼拜堂出来的吗？这个到底是广播还是真的人一直在讲啊？真的人一直在讲，也他妈太累了吧！整天在那边一直喊，电池没有。Chapel. Somebody there will know where they've taken Lynn. 在那边一定有人知道老婆被带去哪里。什么东西啊？其实我到现在突然想到一件事情，你如果荧幕视角做得太符合真实，对不对？他们就会把摇头晃脑的特效做进去，你看走路会晃嘛。然后你在蹲下趴下的时候，视角在动的时候，就会觉得荧幕很晃很晕，对不对？有些人就玩不动，我说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不要太晃，比较不会晕，一种感觉。干，这种人是皮被扒掉，然后直接绑起来塞进去，这样也他妈太恶心了吧！三月九号又有小孩子死翘翘了。库洛斯说这样子把小孩杀死的话不算是罪，他们全部都是要成为神的大军的战士，他们都是去面对挑战魔王而战死的殉教者，喉咙切开肉烧焦的小孩子们都是那个，就是他们前往乐园的姿态啊！但这种邪教文章看久了，我会不会开始也他妈的脑袋被搞乱了？
圣塔纳斯 Inimitico 的 NID， 他们的教徽耶，是崇拜一个骷髅头，不知道什么东西。耶稣基督的符号头换成羊骨头，后面还画翅膀。对啊，你看小兔这么聪明，挂香港很顺耶。对啊，而且很奇怪哦，这种邪教有没有？大部分都是有献祭的，古老的献祭的仪式存在，就像古人这样。为什么啊？圣人献祭真的是怎样比较能够统整他们的教徒，或者是比较有那种真的把自己的愿望诉说给神的感觉，这样子吗？把你的儿子小孩全部拿去献祭，放在台上戳死，这样子，这样有比较怎样？比较有意义吗？把头砍下来这样，我们不会了解啊。而且所到之处都是死人，这到底怎么回事？排除异己，等价交换。他说：“我不是我，我就是所有。看这个人真的是他妈脑袋中二到极点的，所以才能变成教主。”给沙利万大神父 Ezekiel 大骗子，苦痛圣堂中毒者。胆小鬼、强奸魔、杀小孩的人，我要离开了。我抱着要看到事实的勇气，他说：“来追我吧，来杀我吧，我等着你们。我会把你们送上山来追我的人全部杀光。其实我并不恨你。”ES。你对你自己是神的子民实在是迷信过头了，你对你自己的信仰心一点羞愧都没有，你是伪神，贫弱的伪神。巴尔是另外一教的人吧？真的喔，刚刚我走到这边来，好像什么东西可以开。The chapel. Somebody there will know where they've taken Lynn. 卡关。啊，这边可以推啊。鸡腿哦，你确定这是鸡腿吗？你确定这是鸡腿吗？你看到是鸡腿，实际上它不是鸡腿。你觉得它是鸡腿，实际上它只是鸡腿的幻象而已。你不要被你的内心的邪恶所蒙骗了，张开你的双眼，看见真实，不要再被伪善者。神的子民所欺骗。That might be an elevator. It's up there, isn't it? 他说有电梯耶。Power's cut off. 发电机。You've got to have a. 我们又要发电机啊！恐怖游戏。Fucking thing doesn't run on prayers. 恐怖游戏必定的场景，没有电，你要去开一下发电机。干，有人在惨叫。
这也他妈太恐怖了吧！这开什么屁发电机啊？躲在粪坑里面死一死算了。这发电机开了，对不对？刚好最后一个段落，卡住。看三小，他怎么知道我在这边？这些人啊，这些死掉的，就是被巴尔杀掉的吧？有人在里面，电池哎，干，偷一下，偷一下。他说：“这是你背叛大神父的报应。谁叫你要背叛神？这个不要去碰，他应该不会有事。他有些是比较被动的。”还有点电力啊。每一间屋子的场景其实都有精心去设计，小孩子都死光了。每一间房子应该都不太一样。啊，这边好多床，这边是不是孤儿院啊？红色光亮的天启包围着我们。那边有痛苦，有流血，不过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哇，没落、啊，干！吓我一跳，我以为有人进来了，突然亮了一下。没事没事。厕所？哎、欸，不是哦。干，这边真的超黑的。不回报一颗电池的话，来这边真的没什么意义。我都死人哦。那、欸、有人头不见了啊？没有。这些人都穿了，就是。这是神父的衣服还是行刑者的衣服啊？全部都死在这边呢、欸。真他妈的恶心！哇！哇！这个房子这边有一个奇怪的隔间，有一个厚度在，不过应该是没有什么特殊意义了。跳！干，有没有多高？靠背！没事没事没事。
Bring the fire! Spice it well! Let the bones be burned! It will turn unto you! 艾托不要这个时候累啊！ The noise of the fury of the Lord comes upon me! 干！草山小。 这边有没有电池啊？马桶箱找一下，可是下面好像有人进来耶。哦，好像没有哦。躲过一劫，躲过一劫。发电机这边，爽。结果点了发电机，然后说啊，怎么没有油了啊？要去找油。找到油桶之后，然后就说嗯，我再需要找一个油罐。That's gotta be it. If I can find my way back to the elevator. 啊，成功了，成功了。哇哦，没事没事没事，那是刚刚在念经的那个女的。<笑>我发觉那个我都还没看到那个女的音乐先出来了，还是我反应太慢了。跟她走一下，跟她走一下。 没事，没事，没事。欢呼吧！沉浸在主的喜悦中。哦，这边还有一条路可以直接进去了。What the？ 哪里呀？嘎！冲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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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啊啊！啊！好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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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险！爽爽爽爽！耶！又过了一段！其实我并没有出去嘛，都是在这。 这边晃来晃去都是在这个村子啊，在记录什么？看，我在这边记录一下。哦，爽！啊，这个记录只有5个哦，接下来就要用复写的。 玩到现在哦，我看那些纸条上面写的一大堆乱七八糟的，那些形容词之类的。除了收养孩子，还有什么巴尔要逃出去，不想再做异教徒杀人这档事之外，其他的你们看得懂吗？其他的都是有关于他们邪教圣经的一些上面的一些章节，对不对？看不太懂。 而且还蛮好玩的、啊，刺激一点还是有，不过可以接受了，好不好？玩恐怖游戏都玩那么多了，你等级也提高了吧？不会说太吓到了吧？然后这一代我玩到现在，对不对？没有太多那种直接扑脸的那种恐怖东西啊，没有，气氛是蛮恐怖的，不过有些场景看不清楚，因为它就是故意设计成这样的嘛，对不对？<笑>完全不懂，干。<笑>